哎呀，又被小月扎到我的把柄了。哎呀，好烦呐，这家伙竟然以此要挟我，让我帮他拖一个月的地，真是太过分了。哎呀，哈哈哈，你上课偷偷抠鼻屎的事情被我发现了。除非你帮我拖一个月的地，不然的话，嘿嘿，别怪我把这件事说出去哦。哎，不过也怪自己不小心，既然没注意，当然小月在偷偷的观察我，真是的，以后做事一定得谨慎一点。不过要是我能扎到小月的把柄就好了。来了来了，安阳，小月在不在啊？哦，原来是裤子表哥，小月和闺蜜一起去逛街去了。咋了？有事找她吗？没事没事，我妈叫她今晚来我家吃饭去。既然她不在的话，我给她打个电话好了。你忙你的。哎，既然裤子是小月的表哥，从小和小月一起长大，他手里肯定有不少小月的把柄。我贿赂一下裤子，套取点情报信息，那样以后我就不怕小月抓我把柄了。嘿嘿。哎，表哥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有点事儿想问你。哎，啥事儿？哎，表哥，我跟你说，小月这个人老是抓我把柄。那不不不不不，哎呀，多大点事儿嘛！小月的丑事我这里特别多，但是你看，小月她毕竟是我表妹，我也不能出卖她，是吧？不过最近武则天新出的幻海之心皮肤还挺好看的。哎，懂了懂了，这事好说，没问题了。走走走，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。阿阳，快来帮我拖地。哼，谁爱拖谁拖，我不干了。不干了是吧？小心我把那件事儿。我才不怕，我手里有的是你的把柄，你敢说我，我就把你的把柄也说出去。哼，你竟然手里还有我的把柄，我信你个鬼哦。哼，你不信是吧？那我就说几个给你听听，到时候可别怪我不给你面子。说说。哼，我竖起耳朵听着呢。你小时候老尿裤子。废话，你小时候没尿过裤子啊？那你小时候喜欢老是哭鼻子。哭鼻子怎么了？女孩子小时候爱哭鼻子有问题吗？那你小时候睡相很差。我成大我乐意。那你行了行了，你这还把柄，赶紧拖地去。我不服，我一定要抓到你的把柄。拖地哦。哇，这武则天新皮肤可真好看。